大的欺骗性。嗯嗯，使大家没有识破我这只披着羊皮的狼，啊，装成美女的蛇，啊，吃不着葡萄的狐狸，混进羊群里的骆驼。八爷子，您瞅这几样动物，大家对我的批评为我敲响了警钟，拉起了警报，当头一棒，迎头一击，大喝一声，猛击一掌，飞起一脚，照着这真有点武打片的意思。从今后我一定老老实实，绝不乱说乱动，一定规规矩矩，绝不造谣惑众，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污点，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自己的未来，幡然悔悟，痛改前非，重塑自我，再度辉煌。小张还有点文采啊。我一定牢记两个字，一是忍，一是熬。忍字倒比熬字高，熬字下面四点水，忍字心头一把刀。明天变天账的味道吗？我瞅瞅。张凤姑口述贾圆圆整理。这圆圆别的本事没有，干这个他能耐大着呢。他我已经让小张抄写了20份，准备分送给各有关单位啊。三八服务公司、街道办事处、派出所、居委会以及他们老家的大队公社、县政府。好，我看这就不必了吧。小张还很年轻，应该给他一次机会嘛。那个当然以后啊也要对他从严要求。对，我看就先按照全国劳模的标准吧。也不用那么高，就像个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小姐就差不多。再加个特级厨师。对，打扫卫生方面要达到国家环保部门班组长一级的水平。照顾咱爸呢得像特级护士。对，照顾圆圆得像特级教师。对，照顾我呢得像著名的理发师、美容师、按摩师。对，另外还有下班要接班，也拿拖鞋。好了。总之是一专多能是吧。好，去把他叫来，我们现在就跟他谈谈。哎，好嘞。有请张凤姑。老张出来。哎，这轮椅怎么不动换了？小张给我转两圈。大姑，我在这做饭呢，大姐就给我5元钱，让我按照国宴的标准准备晚饭，你急死我喽。那我管不着。你自己再在玩一会儿好不好？喂，一会儿我再来哄你啊。一会儿得给我唱一摇滚的歌。好。小张，我下去拿碗报，给你这块抹布，去把我的房间收拾一下啊，拖拖地，扫扫房，擦擦玻璃，床单也换一下。一会儿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焕然一新的面貌啊。拿碗报，这才多长时间就焕然一新。小张，把我这衣服赶紧给我熨熨，我晚上得穿啊，你快点啊。小张，赶紧别做饭了，赶紧先给我洗头做头啊，我这等你半天，赶紧拿。怎么着，把我一人撂这是吧。小张，把我这皮包拿屋去。小张，给我把拖鞋找出来。哎，小张，正好给我倒杯水。什么事儿啊？把我的茶叶给我续上。找不着。哎呦，妈爷子，这孩子怎么刚好两天就怎么了？又病了啊？他根本就没好。他天天晚上躺在床上哼哼，今天是我把他硬拉到医院去的。大夫的诊断证明。什么病啊？这是腰肌脑膜炎。腰上得脑膜炎了啊？
我看这大夫得过大脑炎吧，后遗症还不轻呢。这是腰肌类膜炎，属于腰肌劳损，是因为腰扭伤以后没好好休息才得的。我们还说人家装病。也不是我们说的，他自己都承认了嘛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几天腰不怎么疼了，我想装痛，再歇两天就被你们给发现了。那两天腰又疼了，我也不敢说了。那你这事儿，他就是不太。那放心，我绝不连累你们。我今天就正式辞职啊！有病咱该歇就歇，歇啥子哟？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，大姐，你们家里人是一个个都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喽。我要是再这么待下去，不是病死，也得活活的被你们给折磨死。那你这怎么话说的？那你折磨我们的时候，你就不说了。是啊，反正咱们是合不来了，合不来。你们再找一个吧，再找一个。小当公子啊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，我们再从长计议嘛？哎，是小张，咱们大家有事好说好商量嘛，是不是？是，没啥子好商量的。你们要是开恩，就让我在这住一夜，明早走人。若不然，就今天晚上把我轰出去，露宿街头，全凭你们一句话了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就当然让你住着了，赶紧圆圆，陪小张阿姨回去睡觉去啊！好好歇着啊！我先走了，吓我一跳。小张阿姨要走，我也和她一块儿走。你干嘛去？你也不在我们家干了？我想就着这乱乎劲儿，和小张阿姨一起流落街头，浪迹天涯，结束童年欢笑，开始严酷人生。像高尔基那样念念社会大学。哎，这孩子只跟里头瞎掺和什么呀你？圆圆，你别搅和，就赶紧陪小张休息去。快！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一保姆吗？咱们再找一更好的去。小张也是人才难得呀，要想找比他更好的也不太容易了。是啊，我看是不是发挥一下我们家的政治优势啊，做做他的思想工作。吃完饭以后，我们大家都跟他谈一谈啊，看谁能谈好，把他说服了留下。啊，对，咱们轮流上阵啊，看谁能把他留下来。我不参加啊，瞎耽误功夫。我晚上有事儿。我们不管谁啊，只要能够谈好让他留下，我这里都有重赏。这个奖金100块。哎呦爸，您看这什么钱不钱的，您就留着花得了。您说您又给我。哎呀，我先跟他谈谈去。不，我晚上这事儿也可以放一放，不是？是啊。这个，我先谈，谈不成你们再谈。小张同志啊，你来我们家有一年多了吧？啊，这个成绩还是主要的啊。有了错误不要紧，可以改嘛；有了疾病不要紧，可以治嘛。啊，这个这里头就有一个辩证法喽啊。这个辩证法是个好东西，一定要把它学好用好啊。你是听着呢还是睡着呢？我睡着呢。这个当然喽，你实在不愿意我们也不能勉强啊。这个牛不喝水强按头也是不行的。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，错了，不是这一条，是
来去自由，既往不咎。啊，不对，也不是这一条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爷爷，您就别再费心了啊。你这个孩子，你这，哎，志光啊，哎，让我看。我已经做的差不多了，再趁热打铁一下子，奖金我们俩一人一半。小张，答应不走了？没有，我就是告诉爷爷别再费心了。哦，这个小张哈，你看哈，咱们现在是这个市场经济，啊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哈是这样，你看你在工资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，对吧？每个月给你加个10块8块的也不成问题。别说10块8块，就是10万8万，你也不干。我当然干了。我当然也不干了。我一个月有10万8万，我住宾馆，我吃饭店，我用得着你吗？你这不抬杠吗？你这何平，何平，哎，怎么了？谈的差不多了，这是一个提高工资的问题啊，具体数字还没有商量好。你现在是不是谈一谈，奖金咱俩一人一半啊？吹牛去吧你！我在这屋我都听见了，我。小张啊，你看你这会儿病还没好啊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姐姐我也不放心呢。什么事儿等病好了再说，成不成？大姐，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没怎么娇贵。哦，那你从这儿走了，你打算上哪儿去呀？你能告诉大姐吗？我和小翠早就商量好了，哦，闯世界呗。哦，他去特区建筑队，我去深圳打工妹，活着就要拼命干，小车不倒只管推。这孩子还一套一套的。你瞅大姐家呀，是真离不开人儿。离不开人，你们家有钱再请嘛。哎呦，这一年多呀，跟你是真处出感情来了。我这么盼你们家待一辈子吧，早晚是要分开的嘛。不是，我不放心你走啊。你还是少操点心，多想想自己吧啊。怎么说呢？不知道怎么说就不要说了。今儿吃枪药了你啊！我说一句，你十句这等着我呢你。来啊，不行了吧？张小姐，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？你老在家待着，并不了解外面的情况。现在国内形势是这样的，宏观调控，银根紧缩，这他妈工作可不好找啊！我跟家闲了3年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对于个别能力比较低、水平比较差的人，工作当然不好找了。要是换了我，大家抢着要。当然。他这，我还不是吓唬谁啊？像你这17、18正当年，长得跟朵花似的，你敢一人出去闯世界，你就不怕遇着个人贩子3下2下把你弄到贫困山区，让给嫁给一个歪瓜裂枣的糟老头，让你跟他过一辈子？你说你可怎么弄？你急死我！你放心，真要遇上人贩子，还不知道谁卖谁呢。当然，他就是现在社会治安也成问题，你遇着人贩子算是轻的。你要是遇上几个流氓团伙啊，你这小命可就难保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
我还就听天由命，不后悔了。志新哥，你看怎么办？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明儿早上给你开欢送会。哎呀，快点嘛！走吧，小张，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。这毕竟是我长期生活战斗过的地方，让我再看一眼嘛。同志，你彷徨了，你犹豫了，你动摇了，你后悔了？不不不，我只是突然一下子离开，有点依依不舍。你的眼光不要总想着过去，应当放眼未来嘛。我们受剥削受压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可瞧你说的，现在又不是旧社会。旧社会什么样子你知道吧？啊，一位有名的诗人说过，那时劳动者出卖劳动，青年出卖前途，少女出卖童真。我们这可倒好啊，又要出卖劳动，又要出卖前途，哎，搞不好还要出卖童真啊，这不是三合一嘛。别瞎说，小心警察抓你，我这就跟你走就是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咱们姐妹也来他个潇洒走一回，过把瘾就是迎着风浪前进，摸着石头过河。那咱们就迎着朝霞上路吧。王某，让我再看一眼。是圆圆写的纸条，这里面有很多书，你说你想看又没时间看，我真后悔以前没有多帮助你干些事情，好让你腾出时间来，以后还有机会吗？圆圆的孩子，不要太缠绵了，同志。我还有一张，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习惯在这喝一杯凉开水，这样的日子今后也将是一去不复返了吗？我走了，谁给你烧呀？不要再操心了，我们以后还能一起看电视吗？又是他写的，一年多我们俩硬是产生了感情啊。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何必一往情深。小张阿姨，在这张书桌上你曾辅导过我学习，我也曾辅导过你学习，聚散两依依，心有千千结，多少风和雨，几度夕阳红。你不会忘记他，也不会忘记我，是不是？何日君再来，何时再相见？哎呀，这是。张，你真的要走了？这闺女会让知心他们送送你啊！以后有机会常来玩，咱们还是同志嘛。怎么能说是同志呢？应该是亲戚。那小张就是跟我亲妹妹一样啊。凤姑妹妹，今儿你哥哥我送你。啊，我也得送去啊！我妹妹挨这一年半了，我怎么也得送到火车站吧？我小张。从学校赶过来送你的，我跟单位也请了假了，我也送走。哎，小张阿姨，我也送你，你们都别送了。我不走了啊！哎，你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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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不定他们也正想摆弄我。你做梦去吧你啊！哎呦，咱们家，哎呀，咱们家最后还是圆圆把小张给留下来了。是是是。对。爷爷，哎，拿来吧。啊，对，给钱。
温存，你是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疑问，你是我怀里永远不懂事的孩子，你是我身边永远不变心的爱人，是枕边的一个吻，你是我爱你时改变不了的天真，你是我愿你时刻在心头上的皱纹，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，你是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门。